却地朗朗，心间很朗朗。若要问端详，这是何解啊？等我先走完这上书房。城中央，皇宫城墙高耸巍峨，皇宫里小小皇帝书房端坐，城北边新开了一家德福瓦舍，要请名角来做客。要说这皇帝真是年纪轻轻，每日都要在书房读四书五经，皇太后怕他玩物丧志，说书唱戏在宫里那是明令禁止。没想到这小皇帝不爱管理天下大事，就琢磨着什么时候能上台唱唱曲儿。德福瓦舍在京城却没有什么生意，毕竟是刚刚开张，配置不齐。要是知道还有这么个头号戏迷，那掌柜的不定得多欢喜呢。您看看，这边皇帝爱听戏，那边瓦舍缺个伙计，两边各自干着急，咱们的故事就从这里讲起。娘子，我意已决，莫要怪我，也莫要拦我。我都要走了，你为什么还在笑？王大人求见。等一下，对不起，慢点。这玩意藏哪儿啊？哎呀！进来吧。
臣王忠王叩见皇上。平身吧。谢皇上。朕正在看书呢。皇上真是精进呐。您能倒着读。哎，皇上，您乃一国之君，不好好读书，此乃是昏君行径啊！皇上，不是不是，什么什么？您别过来，别，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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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给皇上拿纸！不是不是，这不是我没拉肚子，那这是南瓜，南瓜。皇上，您在南书房玩南瓜，这不是难上加难吗？昏君行径啊！皇上，老臣自辅佐先帝以来，披肝沥胆，精忠报国。你，皇上如此贪玩，老臣喝着这一腔热血，我要以死报国，我撞柱而亡，我不活了。王大人。别拉着我，使不得，别拉着我，你出去转去，外边没柱子。王大人，别拉我，您每天都来这撞行吗？这就这儿有柱子。行了，您冷静一下。撞过您每天都这样，好了，您每天都来这儿撞柱子，好了。朕保证，认真读书，再不贪玩，着王大人监督。皇上，这就对了嘛。您好好读书，记下来了吗？啊，记了。记得什么？皇上不专心读书，王大人以死觐见，皇上心悦诚服。忠臣王大人。忠臣，臣一会儿再来。万良，你说我这个皇上当的，还不如就驾崩了。皇上，您别这么说呀。你坐下。坐啊，坐。您是皇上，您多幸福啊，想吃什么吃不着啊。哎，皇上，太后让您多吃菜，您稍等。您等老奴一炷香，老奴要没死，您再吃。您是皇上，哪儿不能去玩啊？哎，今天天气真好。天气好，有蜜蜂。报告皇上，护驾，护驾，快护驾，护驾，快护驾，护驾，快护驾，护驾！您是皇上，还有那么多堂兄弟，其乐融融，多开心呀！呀吼！兄弟们，我可等死你们了。最近有什么趣事给我讲讲吗？启禀皇上，臣刻苦读书，对《论语》很有心得，便写8万言读后感，请皇上批阅。嘿。
臣妾只问七万，不带五万，请官看一下。请官看一下吧，请官看一下吧。请官看一下。还有特别疼您的太后啊！我受够了。53克，皇上嚎啕大哭，说他受够。窗外春光好，可怜我明白。皇上开始唱戏。 他们是兰陵那出，哎，你知道兰陵啊？知道啊，一代名伶唱作俱佳。哎，不，别写了。那你看过他唱戏吗？半年前看过一回。哦，我就不一样了。我看他唱戏还在3年前，多希望还能再听一次。 那还不是因为您，最新看戏，太后才下了禁令，连小的我也只能一年看上一回了。站起来！那你快给我说说，他唱的哪出戏，穿的什么戏服，摆的什么身段，怎么起的头，什么眼神，哎，他上台迈的哪条腿啊？那我给您学学。好，好，好，那就是。 台上就阴柔之美哦，那种柔柔捏捏的感觉。皇大人呐，他怎么又来了？哎呀，让我和他同归于尽吧！冷静，冷静，他进门了，皇上。辰时一刻，皇上读书的时候看蚂蚁，午时正。 皇上习字的时候哼小曲儿，午时3刻，皇上用膳的时候吧唧嘴，还说活着忒没劲。母后，寅时一刻，皇上说老子不想当皇帝。皇上，你最近情绪很大呀。母后，我实话实说吧。 我今年17，登基9年，每一天只有一炷香的休息时间，每天除了读书，就是挨训。除了挨训就是读书，谁都能管我。那王中王一天来我这儿8趟，每天来这儿撞柱子，他家没柱子是不是？还有这个小矮子起居郎，起居郎。 小矮子起居郎，每天跟个屎壳郎一样的推着我。皇上，那你是什么呀？好像是，反正我放个屁他都给我记下来，我是皇上，还是囚犯呀？皇上，你怎么能拿自己跟囚犯比呢？差不多，反正那囚犯早晚有放出来的一天。 你可是要当一辈子皇上的，您还说我？9年前，先帝突然驾崩，你冲灵继位。这么些年，我一个弱女子，攥着监国的大印不放，血雨腥风扛过来，还不是为了保你当一辈子太平皇帝？管你严点儿，也是为了你好。俗话说。 小树不修不直溜，人不修理，哏啾啾。哏啾啾，太后这哏啾啾怎么写？查字典去。再说了，就这么管你，你不还是想方设法的作妖吗？3月初4夜里，你在御花园假装吊死鬼吓唬人，你二姨诰命夫人，被你吓得，差点成了短命夫人。这事儿有吧？我可没吓人啊，我那是在唱戏，演的全投江。兰陵的那出戏，闭嘴。3月17夜里，你喝醉了，抱着个门墩儿喊兰陵，非要跟门墩儿拜把子，害得太监侍卫陪着你跪了一宿，这事儿也有吧？这不就是憋的吗？ 兰陵是谁呀？兰，皇上，
这是先帝的书房，你还记得吗？记得。那墙上挂的是谁？你也还记得吧？这是谁呀？这就是兰陵。这演的是白蛇那人。好啊你，先帝当年天天在这里刻苦读书，你倒好，把他的像摘了挂个戏子。母后您息怒，母后。你给我在这儿好好反省，不把这些书抄完，不许出房门半步。母后，花儿，走了。现写是吧？哎，别，能抄是吧？哎，花儿，你写的挺细呀，你。上，皇上，本职工作嘛。赶紧抄吧。这位没多厚吧？这是目录，书在那儿呢。哎呀！皇上，皇上，赶紧写吧，忍一忍就过去了，忍一忍，是吧？忍一忍，我忍吗？好，皇上掌机先帝御笔亲题的忍，可以写呀、啊？不是，掌机是吧？爱写。踹！哎呦，踹了一脚！我踹呀、啊，两脚！踹！什么事儿？不知道。这儿为什么会有个密道啊？是啊，这密道好深啊！哎，起来，起来！你干嘛？下去看看去！别呀！别下去、啊！哎，没事。别，你撒手！别，皇上，你等我，我来救你啊，皇上！皇上，等我啊！皇上，你在哪儿啊？皇上。皇上，我在你屁股底下。皇上，您没事吧？皇上，你快起，您慢点。这是哪儿啊？不知道。皇上，咱赶紧回去吧。哎，别！兰陵，凯如，皇上，臣做您的起居郎兼贴身护卫，有责任保护您的安全，臣不敢奉旨。阿良，把手给我，把手给我。摸到了吗？摸到。什么？一个包。不懂吗？不懂。你负责保护朕，现在朕的头上有一个包，朕要是跟太后一说，皇上跟我走，慢点啊，皇上，这有点矮，需要低头啊，那我得趴下了，皇上慢点，哎，哎呀，慢点，这个衣服好麻烦呀，一定要注意安全啊，天哪。
抓走了。那怎么办呢？哎呦，徒弟三人一想，得，咱们就散伙吧。悟空回了花果山，八戒回了高老庄，沙僧回了流沙河。每回都一样啊？不一样，这回可就真就不一样了。这回悟空啊没回花果山，他说俺老孙找着一个好地儿，就这地儿啊，那真是福地好洞天呀。那这个地儿就是快活四神仙。八戒也说了，说什么呀？八戒说俺老猪也不回高老庄了，俺老猪也找了个好地儿，就这地儿啊。那如果高老庄是人间温柔乡，那这地儿就是地上小天堂。那这地儿是哪儿啊？哎，沙僧也问了，这地儿啊是哪儿呢？这儿就是位于京城繁华地段椅子街二号的德福瓦舍。别敲，别敲了，别敲了，齁累的人都走了。哎哎哎，本来人挺多的，你出来这不都吓跑了吗？说谁呢？好，不要内讧，没人了咱们也能开业。走，德福马上开张大吉。哎，我用花生皮拼百家姓都拼到欧阳了。哎，静可儿，你干嘛呢？梳眼睫毛呢。哼，梳眼睫毛算什么？院里所有的蚂蚁不光名字，连外号我都起完了。可儿，要不你算一卦吧，咱这瓦舍开张仨月怎么一个客人都没有啊？看咱们这屋顶紫气冲天，是要有贵客来呀、啊？哪有贵客？贵客来了，贵客来了，贵客马上就到了，快快快！谁呀、啊？兰陵。就是那个一代名伶小生之王兰陵。啊。就是那个心高孤傲，下雨天鼻孔都能存水的兰陵。嗯。就是那个拥趸无数，男女老少三教九流通吃的兰陵。哈。只要他加盟咱们瓦舍，咱们瓦舍就有救了啊！快快快，列队欢迎。是不是瓦他了？欢迎光临。说他没说你啊？我不是，我一定有毛病。哎呀，您就是蓝光。差评。好了，一定要给你们差评。第一点，啊，土豪成就，没有创意。第二点，蓝公子大驾光临，出门迎接，我们要放焰火。焰火？那不是给死人的吗？烟火。我这个耳朵是不是假的、啊？哎，第三，看看这些花，残花败柳。残花败柳，这残花败柳是你干嘛？哦呦，那么多的花生皮，你不打扫打扫？那是植物人。嗯嗯。
总之第一感觉很差。我们对您的第一印象也是一言难尽啊，蓝公子。真不是人，啊，人不可貌相啊，蓝公子。我是蓝公子。叫谁蓝公子？你们这只眼睛都是出气的。掌柜的，蓝公子能来你们这个地方吗？你不是蓝公子。那你跟那浪费什么感情？滚，出去！什么态度？阿拉是蓝公子的助理，专门来视察你们瓦舍的。哎呦，那真是太失敬了啊！这样，您别跟他们一般见识，他们什么都不懂。咱们去里面喝点茶啊，歇息一会儿啊。走，一个助理，这么嚣张吗？于老板，我的于老板呐，于老板，你这报丧了！哎呦，大事不好了！德福瓦舍说把兰陵给请来了。你先下去，我这还没吃早饭呢，你就告诉我这么个消息，去，弄泡狗屎去。不是老板，您生气也不能吃那个呀。谁告诉你要吃了？啊？我打算接着墙头给他扔过去。老板，您不能明着干，您得来阴的。我像那个来阴的人吗？不像。可你像。我去扔，滚！你又扔不出我那个感觉。你这样，见机行事，你先下去。是。不知我这助理的下马威给的怎么样？不是，你小杨哥开不了。清风铃儿飘，青石满苔草，浪花香，白云儿飘，瓦舍迎芳芳。你怎么真傻呀？龙老的是不是瓦塌了？方桌台中房，风儿吹来绣了香。那囚犯早晚有放出来的一天。忘了，差不多。我就想说，一起将军，我